今天啊，已经下令，除了战演任务之外，其余的训练任务通通暂停。F 五型机的这个系列的部队全面停止飞行啊，执行特检以及调查作业。起飞后，掌机有在无线电呼叫右发动机故障。7:31时，在机场北面一里弹射跳伞。7:46时，二号机在支航基地落地。啊，机务的情况。这架飞机是在民国69年11月14号出厂，啊，飞机的总时间是6260小时又40分钟。上一次完成大检的时间是在108年9月29号到12月18号执行，从出厂之后到目前已经使用了266小时又45分钟。那目前本军的战演训执行的情况，今天啊，已经下令，除了战演任务之外，其余的训练任务通通暂停。F 五型机的这个系列的部队全面停止飞行啊，执行特检以及调查作业。